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台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105年12月7日，旧历的11月7日，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的新闻。连接在17线甲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鹿港滨海路40米宽的道路，规条路拢无路灯，直到暗时暗摸摸，民众拢唔敢出门，就惊出车祸。鹿港要争取进入国家历史风景区，文化建设保存是介重要的。镇公所是向文化部争取600万元的经费，准备要来进行白蚁防治工程。2016年国际发行美容竞赛，2000多位美容美发歌手伫咧建国科大拼冠军，现场阁有小选手来秀技艺。好，来讲下这新闻头起先哦，来关心鹿港镇滨海路是连接该17线甲61西滨快速道路的重要道路之一。自通车以来哦，这几条路完全拢无路灯，嘛无来设置分隔道甲机车道，车祸兵团也阁成为治安死角。附近的民众就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赶紧来改善。这段路是鹿港镇鹿草路三段通。往着咱滨海路，哎呦，规条路暗蒙蒙啦，啊，无一盏啊路灯啦，哦，惊死人，我车遮多啦，真正啥物拢看袂到，乌麻麻一片，明明是40米的道路，哪会连一趴路灯拢无？规条路暗蒙蒙啊，无路灯，啊嘛无安全岛。另外一位居民也抱怨，每天晚上走在欧妈妈的马路上，随时都怕会出车祸。这怎么都没有路灯？回家骑慢一点，太危险了，那个坑洞闪一下闪一下，太危险了。鹿港滨海路自从通车了后，拢无路灯，居民一到暗时就唔敢出门。大货车、小轿车来来去去，车速紧，佮无分隔道，也是机车道，非常的危险。那就是连接咱这个杨厝交流道，啊，佮接到。台十七啊，这条是40米的道路，但是伊拢无分隔道，啊嘛无路灯，规暗时吼是安尼暗蒙蒙啊，行车是非常非常的无安全啦。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来做着基本的设施，包括着伊的分隔道，啊是伊的路灯安尼先，让咱这人民行车会当得到较好的保障。这条滨海路是连接台17线甲61西滨快速道路，地方乡亲真需要路灯来照光黑暗的马路，让因有一条安全的路会当回去甲出入。大中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鹿港高捷保存区规排建筑拢是茶器的，当年落来哦受到白蚁的侵蚀损害，为着要来落实鹿港文化资产保存，鹿港镇公所是向文化部以及彰化县文化局申请补助经费，讲这经费加加起来总共有648万，要来进行白蚁防治甲报告检测等工作。鹿港老家规排的木造建筑是白蚁上爱的所在，问题是白蚁的厝不是目睭一看就找有，通常拢秘伫咧壁甲条啊内底。啊，这边也是比较好的。到底要安怎除白蚁？鹿港镇公所就请来白蚁防治的专业人员，以及中兴大学教授甲台大教授的专业团队进行深入的检测。初步我们先用这个敲击的方式来听听看说它的音频是如何，好的木材敲起来是有一个比较高频的声音，空心的木材敲起来是有一个比较低频的声音。那除此之外还可以透过科学的方式，那像我们就以这个超音波、应力波、阻抗的方式可以来去看说这个材料现在的健全度是如何，
那知道这健全度是如何了以后，再来思考说将来要怎么样去做修补，怎么去做改善。罗岗镇要争取列入国家历史风景区，文化资产保存就真重要，所以是向文化局争取500多万经费来展开除白蚁的工作。木造的建筑上该惊的是白蚁，所以吼啊，咱进前伫啊美国92年，咱有投一条经费来这个防治白蚁，但是吼已经5年已经过吼，咱搁浪2年无做。啊，发觉就讲，即马咱啊，这个啊，这古厝吼，白蚁阁真侪，所以咱阁啊，咱文化部吼啊，争取啊548万的这个经费，加上县政府配合100万，拢总啊648万这个经费吼，要来将咱鹿港所有的这啊教育建筑的一挂这个木造吼。要来防止这个白蚁。预估这波增设白蚁新的站会慢慢进行，报告时间有5年。另外嘛，透过调查确实来了解古迹保存区甲历史的木造建筑的毁损情形。大江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由中华民国女子电头毛美容业职业工会所来主办的2016年全国杯国际发型美容竞技比赛，初步讲在中华建国科技大学来举行。比赛现场哦，歌手分级更加有来自加拿大、马来西亚、甲韩国等国际选手来比赛。现场更加有几啊位的小选手嘛来秀技艺。来自世界各国的美容美发好手真认真伫咧完成创作。有业界美容美发师参加竞赛，也有学校组队来参加。伫咧参赛选手内底，更加有真侪小学生，嘛是有模有样来做模特儿彩妆。兴趣吧、啊、学这个有没有困难的地方？认真学就不会啦。你妈妈对你会不会很严格的教你？就简单的教。他说他也想要跟着来试试看，我说好，那我今年就带你来参加。平常怎么训练他？没有特别训练。主办单位表示，高水准的国际赛事，唔来当好各国的选手互相观摩以外，买当就此提高咱台湾的美容美发水准。我们这个产业目前来讲是没有受景气的影响，还是蓬勃的发展。而这相对我们比赛呢，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好手，我们大学有好几所，还有我们的高中职，还有我们业界的选手。我相信呢，有这样的结合交流，可以互相彼此的观摩。可以彼此的学习进步，我相信这是最大的收获。今年赛事总共吸引超过2000名国内外选手报名，加上模特儿，比赛现场就客满超过3000人。除了比赛互相观摩以外，大会也来表扬美容美发界的杰出人士。大江新闻台记者张华采访报道。中华县政府予县内9万名国中小学生参加1点钟哦，生成式的线上课程，借由游戏来训练思考能力，甲团队合作。马上回来。上受欢迎的鹿港荡秋季，过来咯！我知，荡秋季有真侪好食、趣味佮大热的活动。10月29日开始，有亲子变装趴、鹿港小食宴、动态表演、演唱会等各种的艺文活动，每一天都精彩哟、哦！我是鹿港镇长吴正安，2016年鹿港荡秋季，邀请大家来铁佗。2016寿头祝我八乐节，所爱九日祝十一日，隆重登场，赞！有全国最大 MIT 祝我展寿会，来吃头吃上盖赞的茶，寿头祝我八乐节，欢迎大家做伙来。隐秘社区保全规划，独有私人行馆，四季花园社区，2000平自然生活庄园，属于我的无边世界，让健康伴随生活。12至16米电梯豪墅，仅限20位层峰人士，收藏最美好的理想建筑。大雄藏峰，8367168。
Introducing our first performance SUV. The all-new Jaguar F-Pace. Jaguar 拥抱艺术行动，全车系银星价192万起，再享零负担5年原厂保养礼遇。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五，嘛是旧历的11月11日。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公在东南方，何时是下晡的1点到3点哦。下这个党讨也够开始。另外，有啥物紧急提醒，咱做回来关心。彰化县推动国民中小学万名学童做伙参加一小时新城市线上城市教育课程，参加闯关的学生讲必须要运用这城市逻辑思维，组织正确的编码顺序，才会当顺利过关。闯关成功的学生，阁会当得到微软公司送颁发证书。彰化县推动云端科技教育，配合全球电脑科学教育周。县政府号召百名立会的教师参加政治教师的培训，回来学校开枝散叶，也予县内上万名各中小学学生做伙参加一小时完成式线顶的听写教育课程。我们的学生未来不是只有这个资讯的消费者，而也是可以资讯的生产者。未来世界变成怎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都是由我们人设计的，包括像机器人，包括一些各项的一个资讯的推动，都是要靠这个软体的设计，那我们希望说这个种子能够在我们的小学生中学就能够投入了。所讲的 Hour of Code 是一套设计好的线上闯关游戏，总共有14道关卡，全部通关大约需要1点钟。借着游戏学习着听写语言的物件甲方法，锻炼逻辑推理、团队沟通甲创意思考的软实力。大专新闻电视梁中华采访报道。好，继续来看到这新桌游，买当学习到金融的知识。罗岗高中是听教授讲，当地咧进行一场高中级金融战略王大奖比赛，为游戏当中哦，即个学生会当学习到正确的金融知识，甲资产配置逻辑。甲传统教育无同款的是，充满结构的思考甲金融知识，会当大大提升学生的经济竞争力。品质赛，我在哪里？一群高中生围伫咧桌啊四周围，面色真叮当，伫咧耍游戏。即个看起来亲像是大富翁游戏共款呢，是即马真时行的金融战略王桌游。这个游戏的名称叫《金融战略王》。好，那主要是透过一些金融事件，金融事件。那这些金融事件呢，其实是在前几年呢，全球每一周当中呢，全球发生最重要的一些有关金融方面的一些新闻，我们制成一些事件卡。那透过这些事件卡呢，我们会做一个数据分析，然后对于全球一些资产，譬如说股市、汇市、债券、原物料、房地产等呢这些资产的影响。那我们会透过游戏的过程当中让学生去了解说这些事件卡对于这些资产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同时也训练他们的一些思考跟逻辑配置，就是说思考了，还有决策的能力。抽卡片模拟实际金融市场伫咧操作的时阵，突然发生的金融知识、借款，拢会当变作游戏。无怪即群高中生伫咧耍游戏的时阵，拢讲佮学到真侪经济相关的知识，突然思考甲分析能力嘛拢变好。原理一半跟大富翁是很像，就是他也是有需要买，大富翁是买房子，然后我们是买企业，然后你只要企业一样要付过路费。然后我们在这个游戏的比赛中，我们应该要准备我们平常就是像我们平常可能就会看一些新闻事件，然后我们就会找一些过去可能比如说像发生
2008年发生的金融海啸，那我们就要上网查说金融海啸的发生可能影响了债市，或是影响了股市，或影响什么。然后我们再用这些事件的影响去学习。然后因为我们学校就是本身还有请讲师来帮我们上课，然后我们也会分析一些卡片，然后找出我们比较弱的地方，然后再针对这些弱的地方去找，然后我们再从里面中去学习一些我们可能不知道的知识。但是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通货膨胀，然后我们玩这个游戏之后，我们就可以大概基本的理解说什么是通货膨胀。金融海啸，雷曼兄弟倒闭，资产被攻击到负数的时阵，爱把钱交出来。这群高中生平常时透过上课来了解金融知识，但是透过游戏竞赛来判断各大事件会带来什么款的影响，也让孩子会当更加深刻了解金融教育的重要性，提升金融素养和能力。大众新闻林桂英录港采访报道。透过特殊的情景设计，让学习变加真趣味。海美培养国小设立国际英语村，教室内面哦，四界拢是抓着各种动物的模型。一来到动物园的英语村，一定拢爱用英文来回答提出问题，让学童快乐学习英文，嘛来展现教学团队的用心。河美培养国小重视开发学童英语学习的兴趣，欠缺经费补助的情况之下，同款是克服困难，得到经会长甲社会善心人士的帮忙，用300万经费就建立完成培养动物园英语村。对买门票到熟悉各种动物，以及课后的学习单、完整的学习规划，让学童会当趣味，而且生活化学习英语。I want to buy a ticket and the other.What animals are they? They're pigs. Good job. 动物的发音。发音。叫。声。叫声。平常我们没听过的动物，你在这边都听到，对不对？对。在这里有动物，然后就有一些长颈鹿啊，然后老虎、大象什么的。这一间动物园呢，其实是由一名不愿具名的善心人士，那还有我们一位王文达老会长，他过世时候所捐助的经费进来，我们做了很多的思考之后，我们让孩子选出来他们是最爱动物园，那再找了我们国内知名的纸箱王来赞助我们这些纸箱做成的动物，如何去引发孩子他真实的学习动机是最重要的，那孩子在兴奋中里面有学习，在学习中有成长，那这是我们身为一个教育者最开心的事情。培养动物园英语村的建立，汇聚社会爱心加教学团队的用心，是真无简单的成果。校长看到学童快乐学习成长，一切努力都真有价值，体现教育是百年树人的精神力量。大中华新闻，陈文清、何美采访报道。彰化市市长杯亲子网球锦标赛17号、18号两天比赛，比赛现场哦，讲会当看到翁仔某亲子甲兄弟姊妹伫咧球场顶面拼输赢。凯擘大宽频300 Mbps 光纤上网，下载超级快，无线上网一样快，给你一眼瞬间的极速，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学生独享光纤上网699起，申办就送奖学金哦。专业的报道，开阔你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记下追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
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体育消息，今年一度的中华市市长杯亲子网球锦标赛，十二月十七号、十八号两天，将要伫咧中华市皇家网球场来展开。各类亲子活动增进家庭的感情。今年的比赛哦，除了分组高手组甲新手组以外，佫又分夫妻、情人、亲子甲兄弟姊妹等在组别。中华市公所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市长杯亲子网球锦标赛将要伫十七、十八后礼拜六甲礼拜举行。为着吸引更加侪爱拍球的乡亲参赛，今年赛事分组特别有，和实力相当的球友做回比，增加赛事的可看性。以趣味性加促进这个家庭亲子和乐的一个运动比赛，咱有包括咱的新手组啊加高手组哈。这两组，咱内面阁分做五组吼，有这个夫妻情侣组、兄弟姐妹组吼，来做一个互相的这个搭档吼。所以讲欢迎大家会当提早报名，因为平常时大家咧拍网球的比赛，拢是呢较硬邦邦、较这个竞赛型的比赛。那么咱这是充满了娱乐活动啊，会当呢，和咱亲子关系更加好。中华市公所逐年除了举办全国性的大富金像奖软式网球锦标赛以外，佫较推动亲子软式网球赛的赛事，希望借此来培养默契，提升家庭功能，来增进亲属之间的感情。大专新闻电视梁中华采访报道。台湾每一个社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历史。开播大观屏官宣有线电视公司所制作的微电影《家事抑郁》，是播出了讲这短短一礼拜时间，网络的点阅率已经突破3000。但美冠为着要推展社区营造精神，预计阁要来推出11出的影片，欢迎民众透过 YouTube 哦岛屿的光影频道来观赏。滇缅高官甲移眷特地来台湾了后，历经50年的沧桑，故事已经渐渐被忘记哩。不过，就伫高官第三代甲一群好朋友伫激烈的气弹生存游戏当中受伤，触动老阿妈情绪，何时讲倒转去到国共战争期间的场景。微电影《家事抑郁》是由文化部指导国立台湾生活美学馆主办的社区营造网络影音平台推广计划推出的首部作品。电影内容重现国共抗战时间滇缅高官生活艰辛，以及在他乡建立新家园的时阵所遇到的文化冲突。影片已经在 YouTube 岛屿的光影频道正式播出，得到热烈回响。但美馆也希望透过更加多台湾社区故事的微电影，吸引民众关心社区、凝聚社区的力量。岛屿的光影这一个 YouTube 频道呢，是文化部为了推展社区营造的精神，那我们特地拍摄了一系列的微电影，在未来将会在这个频道持续的播放，也希望大家锁定我们这个频道，那一起来关心台湾的社长。南美馆馆长陈柏青表示，这个计划总共会制作12支微电影，后续阁有11部的作品，将以无同故事风格来呈现。预计在12月15日推出第二部影片《永不落幕》。我们的第二支片子《永不落幕》谈的是社区跟彩绘的问题，将会在12月15日来上档播映。那么下一支片子，第三支片子《时尚令草》呢，预计在106年的1月1日来上档。陈柏青表示，《永不落幕》是描述一段负责为电影看榜的画家，坚持跨修废弃戏院的感人故事，内容更加加入近年来台湾社区兴起的彩绘风，希望能引起民众的回响。另外，《时尚令草》是以万里青年回来故乡愿望，和电影《令草》编辑走入时尚领域。这两支微电影也将在岛屿的光影频道播出，到时阵欢迎民众踊跃观赏，做会对社区看见。真台湾，多中华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哦，共有217公吨，平均的价销是每公斤21.3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花椰菜上价30，中价25，下价20；四瓜啊上价14.5，中价10.1，下价9.1。苦瓜上价95，中价61.4，下价39；菜瓜上价40，中价26.3，下价17。
菜花上价80，中价66.7，下价61；高丽菜上价26.5，中价19.8，下价14.7；包心饼上价12.9，中价10.2，下价8.6；葱头上价25，中价20，下价15.5。菜头上价14.7，中价10.2，下价8.2；葱啊上价79.6，中价62.3，下价53.1；青菜上价54，中价42，下价28；花椰菜上价46.6，中价35.1，下价30.8。气象局表示，哦，立冬以来上届强的东北季风南下，按即马开始到拜六号中部以北，气温会来到15度，沿海这空气的所在哦，搁开会出现14度的气温哦。即早暗天气真冷，衫裤是爱穿较少的，来关心各地区的天气状况。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明仔再同一个时间，期待再相会。还在辛苦偷看别人的吗？现在 Super MOD 跨界超进化，让你影音带着走，随时轻松看，一人下载多人共享，再送看片金哦，还有免费频道超多优惠，快下载 Super MOD 随选随看 APP， 自由享受不间断。凯擘大宽频300 Mbps 光纤上网，下载超级快，无线上网一样快，给你一眼瞬间的极速，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学生独享光纤上网699起，申办就送奖学金哦。专业的报道，开阔你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